尔湾终于有实惠的新房了，这次呢只要170多个 W 起，3到4房，2100多到2400多尺，而且第一期呢还有4-5千尺占地的地块，现在呢已经开始接受排队了，如果有想排队的可以单独尽快的找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咱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空间感是不错的，而且呢层高也很高，在一楼呢还有这种大的储物的空间，可以用来放不需要冷冻的食物，这个一般都是大房子的标配。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院子，这个院子呢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院子，目前第一期呢院子都是要比这个大的。咱们去楼梯旁边看一下，它这个前面不是有个小窗吗，旁边呢是有一扇门的，这里是一个客位，是给一楼用的，而且呢这个是有窗户的一个明位。现在呢咱们上一下楼梯，它这个楼梯呢是拐角式的，对孩子来说就是非常安全的，而且呢在这里还做出一个挑高。上来之后呢，二楼这里有一个客厅，这个客厅呢它有一个选项，也就是说可以变成一个房间，那么呢就是如果是变成一个房间的话，那么整个二楼就是有4房。咱们看它这个大的主卧，这个窗户还是很大的这种，而且呢还有2个小窗，这边呢就是主卧的一个卫生间，有浴缸，有站浴，有双水盆，而且它里面的那个大衣橱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出了主卧之后呢往左边转，在过了这个客厅之后，这边呢有2个次卧，一个卫生间，还有一个洗衣房。咱们先看它这个洗衣房，里面是左右放置的洗衣机、烘干机，有水盆，有橱柜，这边呢就是一个次卧，它跟主卧是2个方向，所以呢会离得比较远，互不打扰。在这个次卧的隔壁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卫生间，这个是给2个次卧公用的，也是双水盆占浴的一个设计。这边呢就是另外的一个次卧，这个楼盘呢都是比较经典的户型。看房和排队呢可以尽快的找我，谢谢。